森美嘅屋企人最近就由外地翻嚟香港，所以佢就喺屋企整咗个自我隔离中心。深深胶纸以内嘅地方咧就需要戴口罩。深深胶纸以外嘅仲有另一道门系长期闩住噶。隔离嗰14日就会做几次嘅测试，将深喉嘅唾液交俾卫生署，并会帮隔离嘅屋企人早晚量体温。似乎森美隔离嘅措施做得好足啊！这个举动获得唔少网民赞，佢系抗疫嘅好榜样。